地纲虽然相隔千里，但其实很近。教宗方济各和台湾人没有距离，关心这片土地，走入人群与社会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。这是亚洲首次结合教宗生活言行的节目。Oh my God！ 耶！本节目由光启社媒体福传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。2020年耶稣会士南怀仁传需要您捐款赞助，详情请洽02-2771-2136光启社。